是 Norina， 今天是平安夜，尖沙咀海旁呢度真的很热闹噶，因为人人都嚟晒欣赏圣诞灯饰啊嘛。其实在嚟紧快活谷嗰边咧，热闹程度都不遑多让噶，因为有一众短途强手倾巢而出啊！嚟紧星期四晚，跑马地马场上演三班一千米赛事，当中有多匹赛区今季曾经响同程赢马噶。其中飞快叻上场响蔡明少胯下胜出，今次打黄牌，希望再下一城啦。而奥妙缤纷是马房今季唯一的连接马，究竟可不可以在首本路程拿到三连接呢？哇，这里十足一个华丽的圣诞舞会啊！如果现在个靓仔出现跟我跳翻拍舞，跟着送份圣诞礼物给我，你说几好呢？我还可以在 Boxing 这个日带他另外一个 party 度拆礼物啊！嚟紧星期四晚，跑马地马场 Boxing Day Party， 场内有圣诞老人同雪人表演、攞奖 dance show， 著名唱作人 Ben Simmons 亦会演出，唔少得当然系仲有应接美食。当晚亦都有十秒任拆礼物现场游戏俾大家参加，详情请浏览马会网页。2014年就到啦，想由头行运到脚趾尾，冇问题，我就会元旦嗰日揾幸运之神阿 Jane 眷顾眷顾，就一定 lucky 啦。因为1月1日元旦赛马日入场，不只可以得到由潮人林海峰设计的时扣，还可以看到他设计的主题精品。我们一众骑练之前已经示范了 Jane 的作品。骑师梁家俊首度行 catwalk， 他说感觉很 fresh 啊，很开心，有些不同的东西玩，很生命，还有一些衫，衣服都很漂亮，质地。那你2014年有什么大计啊？希望事业更进一步，赢多些头马。我哋本地嘅騎師梁家俊年輕有為，而外籍騎師方面都有年僅24歲嘅安國麟，佢嚟自澳洲，而且嚟港冇耐啊，已經上曬位噶啦，仲位列騎師榜嘅第二位添。安國麟嘅賣點係高大得嚟，非常靈活，左右手嘅鞭法都一樣咁凌厲。佢喺上個月同今個月手風超順，幾乎每個賽日都有馬贏噶。10月15日嘅沙田日赛，佢更一口气攞到4win添。嚟紧星期四晚，大家记住支持佢啦！最后提提大家，星期四晚 Boxing Day 跑马地夜赛好好备战啊！到时分分钟有大礼收啊！喺度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啦，拜拜！